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天元围棋》，我是杨子。我们今天为您带来的比赛是2021 CCTV 快棋赛的32强第二日的比赛。我们请到的讲棋嘉宾是童雨林老师，童老师好。杨老师好，各位棋友好。对，刚刚在直播之前，我们跟小童看这个棋局的进程，还有一些疑虑啊，觉得这个对。比赛是不是好像跟之前的赛制有所调整？对。因为之前的比赛的赛制是每方10分钟。对，每方30秒一步，每方就三十是秒一直步接上来就读秒。啊，一共有10次的读秒的机会，对，啊，但是今天的比赛赛程啊，到现在的话，感觉好时长拉长了，是对，吧？现在据我们了解是变成了先有保留时间，然后再开始读秒，稍稍的有点变化，对，每方是1个小时的基本时间，然后再加上一次的60秒的读秒啊。今年的这个比赛的用时的赛制有一定的调整，那这个赛制的话是跟农心杯是有一点像的哈，对，跟农心是一样的。对。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现场的比赛的画面。梁元鹤吧，这是定号，最近应该是风头最近的棋手了。最近战绩很好是对，刚刚拿了冠军，然后还升了9段。这位是丁浩是吗？对，定号。应该算是现在年轻棋手当中的佼佼者了对，那肯定是了。他现在年纪，包括段位、成绩，都是这个数一数二的，算是。然后这是彭磊，连对，笑9段。对，现在的比赛还是依然要采取线上的方式。对，虽然说可能都在一个对局室里，但还是要有这个措施。要在网上进行比赛。对。都像这样的比赛赛制，CCTV 的比赛赛制，目前来说应该最快的一种对，它跟本来的原先的赛制是跟阿童山杯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国内另外一个很传统的会计赛。但是改制之后就搞不太清了，它应该比那个阿函要稍微快一点，慢一点。童老师之前是不是也经常参加对，这个比赛？最喜欢的比赛之一，是吗？对。因为他的用时比较喜欢，是吧？对。还看来，童老师比较喜欢快棋。是的，对，会计啊，10月，李雨婷。你像这种快棋的赛制的话，是不是更多的是考验一个棋手的棋感？对，棋感和基本功的要求比较高。那还有就是对棋的熟练度吧，就是尤其现在 AI 时代，这个熟练度，对布局的定势的熟练度尤其重要。就是要在有限的时间之内快速地做出判断对，啊，是的。下一步棋。好，那我们进入棋局啊，这盘棋是黑棋是丁浩啊，白棋是廖元鹤。对，丁浩的黑棋，然后直接就点33了，这个也是一种去向吧，算是，基本上没有好坏之分，对，然后白棋倒。这都是比较正常的。然后这个白棋是，先占了个星位，占了一星位，对，黑棋小目，然后白棋再挂。这个白棋挂的这个方向，总体而言应该还是不错的，毕竟这边作为一个背景，能挂到这个方向还是可以的。然后黑棋就脱退，黑棋也没有丝毫没有受到白棋这个左边这个下得很平稳，对这个背景的影响，还是依然是采取了捞实地的战术。之前看他们的棋谱，好像更多的是低挂要多于高挂啊。但是在这个配置之下，高挂低挂是不是都差不多对你这个倒是提醒我了。我觉得一般来说，可能大家都喜欢低挂。对，因为他们现在尤其是高手对局对，啊，它高低挂挂，呢，我觉得传递的这种意思是不担心脱退，因为高挂不去这个下这个低挂，主要是高挂大多数都是怕脱。或者说拖一个黑棋，至少捞实地捞得很爽。但现在由于白棋刚才我们说这边有背景，所以脱退白棋能拆过来，白棋也并不怕。就整体配置很好，感对，觉。所以他选择高挂，也可能是有这方面的考虑。那对于黑方来说的话，面对高挂是不是就简单处理一下就很满对，意了？这就个脱脱退一下。退就是黑棋的，可能是他的这个贯彻的意对，图。而且这个定势也很好掌握，就拖翻，对。可以就退回这去。黑棋也很自信，把这个实地捞，哪怕让你有点这个白棋配粘合，上，对，也还好。然后白就拆一个，对，然后黑棋挂掉。
黑棋是先守了一个，哦，先守角的，先这里大飞守角，嗯，等到白棋飞的时候，啊对，然后白棋是飞，嗯，啊，这个飞也是这个定式后续的常用的一种应法哈，它应该就是封锁里边最具代表性的，也是最好的吧，嗯，啊，因为走别的主要也封不住了，基本上、只有这一手棋能封住、黑棋这个其实也可以考虑捡起来，这两个应该是一人可以走到一个，嗯，黑棋这么选可能也是因为守完之后。他考虑到白棋飞的时候，黑棋可以继续去抢占最瞩目、最明显的一个大场。嗯，所以他这个棋的速度、开局的速度很快，也是不错的黑棋。嗯。啊，白棋是贴。对，这个贴有的稍稍有些令我意外。嗯。因为这个贴是很明显，黑棋实际上爬完一级，白棋是后手。但是我看现在很多棋手都喜欢下城，因为这个棋我们可以给大家首割一下爬。实战也就是这么下的，然后挤一个。这个其实呢，下成这样呢，就跟这个白棋直接长，黑棋爬，白棋搬了长，那个是一样的。嗯，或者是白棋飞，黑棋顶挡，搬了长。对，这两个对都是一样的。对。然后这个时候呢，等于白棋拐了一个。啊，这个棋呢，稍稍感觉上缓了一些。是。对，但是感觉是缓了一些。是，就我很疑惑的时候呢，我又看了一下另外几盘，因为今天这盘棋不是决赛。它是还有很多局在同时进行，还有一盘棋呢。这个白棋在这个长完之后啊，黑棋立马就爬掉了啊，所以意味着呢，在这个现在大家的共识里面，这步拐实际上价值很大，因为你不走，马上就要拐掉。嗯，所以呢，白棋实现这个贴住啊，宁愿落个后手，强调这个拐的价值，嗯，就可以理解了啊。因为就如果走成这样的话，黑棋都要爬掉。嗯，一会儿我们。会看到柯洁那盘的时候，这个拐虽然局部是后手，但是接下来有各种先手，对对对，先手的后续，嗯，包括这个，其实这个棋可能大家更熟悉一点，就这个定式，这个定式是一个很明确的，白棋这步拐巨大无比，逼迫黑棋搬粘，嗯，然后呢，现在是等于爬了一下，但依然要求这个拐，这个这样，这等于说多爬了一手，依然要求这个拐，这个就比较有意思了。嗯，那以后这样的定式的黑棋需要再爬一个吗？说句实话，我是最近才看到这个爬的、这个，但是今天的棋出现了这，其实这个拐就意味着这个很大嘛，因为白棋换了手棋，我觉得可能以后会。至少会流行一下吧。嗯嗯，可能跟周围的局面还是有关系。对对对，黑棋是否要爬出来，以及这个拐价值到底有多大？对啊、我是最近才见到这个、这个局面下再爬一下。嗯，对对，有点厚积薄发的感觉啊。虽然是它很慢很厚，它的目的其实很明确，就是这个搬粘成为绝签了。是，对，嗯哦，接下来黑棋飞了一个，这个也这飞我是没见过啊、这个飞。也是，就第一感肯定是挂进来，或者是点三三，对对对，啊、这个比较普通。但是挂进来，现在白棋比较厚了，靠在这边吗？正常是靠，但是我在想，我得看白棋是不是有可能利用这边搬粘先手这个力啊，白棋局部有先手，会不会直接寻求最凶狠的坐庄？哦，直接扎丁。对，因为这个黑棋一旦被白棋分段的话，黑就比较。那这个黑棋下一步接下来得飞住，对，啊、然后我再跨段，我直接跨段，对。这个争子的话应该是白棋有利，对。那如果一旦形成作战的话，白棋这边铁厚无比，甚至一路利都有先手味道的话、黑棋可能会比较艰苦。就算没有这个一路利吧，跟这关系也不大，主要是这边。这个白棋这边铁厚无比，黑棋还真的有些担心，我觉得。是。这黑棋如果长出来的话，白接下来还有冲。对，就直接从这边再冲。啊，各种断点。反正就是形成作战的话，黑方一定是有点担心的，是，嗯，所以我觉得他没有双飞燕，应该是担心白棋下最强硬的。那如果点三三呢？点三三其实应该、一感觉是点三三。对，点三三的话，白棋可能就挡这边了。白棋挡在这边、对，就把这边围起来。然后这个爬回去。对，正常。这个粘上还是立啊？都有粘上立小尖，甚至贴起来都是可行的。立一个，立我就飞吧，可以立可以，我飞一个，那这样就是还是形成了黑棋取地，白棋走模样。嗯，这个变化呢，其实酷爱实地的话，我觉得黑棋也不能说就不好。但是实战黑棋显然是有些忌惮。对，实战黑棋的这步飞，肯定也是因为觉得这样被白棋走完之后，中间还是有点大。对对对，不太好掌握。对。但是我们从常理上来讲，我们小时候学棋可能大家也都听过，飞的时候呢，让人家爬四路是不肯的，
然后将为四路的控是不肯的。但这盘棋呢，是因为白棋过于厚了，所以他选择了一个不是特别常规的一个选择。飞的时候白棋是飞出去，对，小飞。然后黑棋是再飞，继续飞。黑棋的意图就很明确了，我就压缩就可以了。不要求太多。然后黑这个白棋是扎钉住，扎钉。这个扎钉应该是正确的。然后黑棋补一个，这个补的非常的巧妙，补在这儿了。就是既把这个绸缎防住了，还把这个胯，应该算是基本是防住了。所以自己的棋形还不错。这反正黑棋是达到目的了，把白棋压缩就可以了。然后白棋爬一个。对。黑棋。拆边。这个也是必然的，基本上。佟老师现在进行到这里，是不是双方是均势的一个局面？对，差不多。对。不过如果说从我的视角，我是觉得黑棋还不错。虽然说应该，我估计两个人都对这个 AI 的布局都研究了很多，但是黑棋的方向感觉很流畅。白棋呢走成这样之后，这个拐就显得稍微慢一些。所以如果是人类视角，就黑棋速度快。对对对，感觉下得更流畅一些。是。好，接下来白棋把这个半占掉了。对，这个不走，黑棋有可能会逆收一会儿，是很大。黑棋立一个。对。然后白棋走这儿，继续扩张，这都是眼见的好点。这个走一走，好像又恢复到了这个不像点三三的棋那么千篇一律了，更加的这符合咱们原始传统的印象。然后黑棋大飞围控，这个步子迈得也很大。双方一人围一大块儿。是，双方都很有自信啊。从双方的招法上来看，都很有自信。不过这个棋反正就是不是很好抉择了。我觉得哪怕对于职业棋手而言，就是现在黑棋这么多打入的点，然后这边也有清消的可能，走在哪儿确实比较迷茫。他这个选择反正肯定也是把就预料好，肯定白棋会破一边。但是另外一边他就守住了，因为自己走的话确实也不知道走哪儿。对，围到这里的话，这里还是很空的。对，这个应该白棋对随便破的应该都能破掉，应该不可能吃得掉，所以他就直接让白棋来选择怎么进。这个确实，这个局面下黑棋向哪儿确实对于任何棋手来说都是难题。实战他下在这儿。白棋下的是打入。接下来白棋是选择在这个区域进行打入啊，他没有选择在这边。对。是不是感觉黑棋这一边的子稍微少一点？对，就是它更好腾挪一些。更容易入侵。实战白棋的下法应该算是一个怎么说，教科书般的一个制攻方式。是。首先这个打入在这个位置上应该最佳选点。对。在三线上。对。然后接下来的这个点。对。在面对大飞手脚的时候，这个点也是很常用的一种对腾挪的手段吧。这个一般是做活的时候。本身如果单说局部的话，这肯定是包括后来这个顶，这都是俗手。但是在做活的时候呢，一边压缩着黑棋一边做出眼位，其实也是常见的一种下法。是。对，下成这样。这个对于黑棋来说也没有不满，也没什么办法，就只能跟着硬。然后白棋就飞一个。对。这个。一定要推荐这种下法给我们的棋迷朋友，因为它比较简单好理解也好用。对。马上就出现眼形了哈。对，没什么难度可以说是。实用。接下来这个丁浩冲击了，开始攻击白棋。下这步靠。对。这个棋。这个当时黑棋走在这儿，肯定也预料到了白棋会入侵。对。但是当白棋来打入的时候，作为黑方也不能让他活太轻松。对。就是、要不然这个子就没什么用了。对，攻击的时候，这个棋我们最注意的一点是不能让对方就地做活。只要是不就地做活，这个应该都是有的一战。那相反，如果是制孤的话，一定是先想到如何去就地做活。是。靠一个。对，靠一个也是。冲击白棋的时候主要是冲击白棋的眼型。这靠在这儿的话，第一感是不怕白棋冲吗？
冲他看就挡住就行了。挡住，我觉得这个就是不是有中计之嫌？对，他可能是就这么想的，是吧？对，然后他正好一断吃。哦，打这个。嗯，这白棋星。那我提。对，那这个两个子可能要被割下来了，尝一个。还真是。这个我估计他靠的时候，哪怕是快棋啊，他也得考虑一下白棋最直白的反击会发生什么。所以冲应该是他预料过的变化。这样的话，白棋可能就比较干了。虽然说提了个子儿，但是下面的目全被黑棋收住了。靠这个，这靠在这儿也是眼形的一个要点。对，肯定，我估计这个棋形它类似的局面也出现过。所以他在一验算这个靠不会有大问题，就去下了。这个应该挺正常的一步。是。然后粘上再推上。这样眼形至少白棋是。这个小了一点。然后接下来黑棋脱先了 在这个局部没有再进行攻击。对，黑棋下了一个这个也是一个常见的手段就是走在二路漏。二路渗透。对，这个棋应该肯定很多这个观众都见过的一步，它也不是什么这个新手了。对，它的目的很明确，就是破空。但是对于白棋而言其实选择还比较多。像比较简单的就直接硬住让它过去了。包括靠也有这个下法。还有就是直接把它留住就是实战的下法。那么这个时候呢，白棋肯定是周围子力众多嘛，直接把它放回去，不论怎么放回去白棋都不太愿意。要不这些子儿都没用了。所以我个人感觉这个二路渗透特别难对付啊。对，就如果下不好的话，第一容易落空。你像这个小尖的话，黑棋如果跑出来说不定还把它给带出来了。对啊，就这个里边的攻防很难把握。对，所以主要还是看白棋周围的配合来决定选择。像这个局面首先第一点，白棋要想到的肯定是太厚了，子儿太多了，不能轻易让它过去。然后接下来就想的是怎么攻击啊，再往下继续去思考。也就是其实就是第二个抉择点，就是跳的时候，这个时候白棋有两种下法，一个就是盖住，这个也是一个常见的一个下法。这个下法能让黑棋出不了头啊。刚才杨老师说的这块棋担心现在应该靠住的话就不用担心了。但是呢，这里边黑棋一旦这个飞出来的话，这个一旦活了，那白棋可能空就没有了。对，彻底的就没有了。所以他也就这个时候也要做抉择。如果像这个局面他还是担心那个空太大了，所以还是选择了其中之一的一个防守的一个态度，先把空守住然后跟你对跑。盯住啊。对。黑棋先拖一下啊，这个是次序哈。对，它是主要是防这个尖过。拖跟扳交换，黑棋再跳出来。对。这样的话以后白棋打黑棋可以反打。对。白棋没有度过的手段了。就是延缓了白棋回家的速度。是。但是它还是飞了一个。飞一个。先把这边走。然后黑棋也出头。这个时候白棋再去拿吃。就是看看黑棋会不会立马就下来。如果不会的话他就反正也基本安全了。黑棋没有。黑棋还是稳健了是吧。对，黑棋是靠。没有压。对，压了一个。压在这儿。对，压在这儿。然后白棋回贴。那黑棋的目的也明确了，就是连上就行了。这个其实双方真的是拼功力。是。这次。还是维持在一个均衡的局面。刚开始我们说一人围一块儿。现在呢是白棋先率先打破了黑棋的底盘。对。黑棋呢紧随其后。是的。双方各自打开了对方的底盘。对。然后就是比控比官子了。这感觉格局是一个这个在现在的棋坛里很少见到这么和平这个和平的一个这是不是感觉要收官了，战斗值要收官了。这个棋看不出来哪里能站，可能一会儿就是双方亲笑的时候有可能会谈不拢。正常来说应该就是双方各自安安全全，然后估计也会是一盘焦灼的官子决胜。但能看出来双方对这个局面相互都是挺满意的。对，就是，都很自信。都觉得满意。对是的。压白棋是贴。然后黑棋又往回退。对，不给白棋眼位。然后白棋一跳。就简单连回去。然后黑棋也连回去。
一起盖住。这真的是太稳了，双方都信心很满满。足。对，尝了一下。这个必然要收官决胜了，好像，格局非常明显。然后白棋靠里了，这可能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只有在这个拼内力的时候，才能有点这个接触战了。这一碰，抓住黑棋棋形，其实白棋这个地方，不知道这个拖是不是也挺好的。拖黑棋如果是扳住，扳住我就退一个算了，那我这个目数也挺爽的，哦，等于是先手。那黑棋还是想搬这个，对，还你搬这个的话，我加一个，这是，反正应该也是会有点棋，对，这样往里贴吧，可能，这也是一种可能，就是这样的话更注重于这个破这个地方的空，但是这一下也比较损，所以这个需要对局者进行一下判断。这样的话，黑棋也不会吃，因为如果冲断退的话，这被爬了，应该就是什么飞柱吧之类的，飞柱，这可能也是一个选择。但是他实战，我觉得他这个靠完之后，他实际上是靠了断，然后加了一个，对，他主要是特别看重这步棋，这也是局部的一个棋形好点，啊，如果没有这步棋，他可能未必就简单的走掉。有了这步之后，这个要贴死黑棋，这边的空黑棋是暂时就不好进了。就首先把黑棋这个长是不成立的对对啊，对，长白就冲一下，一顶就行了。顶一对，个，方法很多好像，所以就是逼迫黑棋去督促黑棋定型，然后呢，这个家本来也是围到了最，基本上这块空的话最高的最一点好，了，对，所以试一下黑棋的应对。黑棋实际上就顶了一个，算了，算了的话，白棋长过来，这个还是挺不错推一个，的。跳，为主，跳一个。这个棋不知道大家看什么感觉，我就感觉很迷茫，然后稍稍有些这个没有欲望，双方都非常的稳健。就从观赏度来讲的对，话，没有那么激烈，是对吧？对对，整盘平棋，淡如水。这盘棋的我们讲解的重点是不是在观子阶段对，感觉上会，但这种棋呢，其实特别考验水平，了？所以应该后面会有一些对，精彩的这也被细我节们的较誉量。为是叫功夫棋，对是对吧？对，是。比拼的是内力。以前有种说法铺地板，对。对，这个是纯粹的铺地板棋了。看着很平淡，但这个棋其实很难把握的。主要是判断难，就是这个时候你是怎么下，就包括这个靠好，这个拖好，这些都是需要计算的。是围棋当中判断也是最难的一部对分，对最对，复杂。是。你要首先把实的目点清楚，对。还要把虚的判断清楚，然后接下来这个细微的观子都要把握好。对。只要稍微偏差的话，这个因为是观子棋嘛，对，可能这个控就有问题甚至于一些隐藏的手段都得提早发现，否则到最后，来不及走了。对，我刚才一边说一边在看，他这一尖好像还可以。单尖这个，对，因为你如果正常是往上挺头吧，黑棋，然后我这好像扳的，先挖，哦，挖你要顶我，倒是可以扛住。本来我想说挖，你打住的时候我扳了冲进来，那这你可个以挡不顶，住，可以对。顶。对，还差一点，哎，可以，那你可以扳一下，也一样。刚才我看的就是扳了一挖，扳了一刚好挖。不行，这边一打可吃，以在这吃。对。所以这要是这么细的局面出现这么一个问题的话，可能就落后了一下。那白棋将来就这一带，对，可能有先手，对是对对。吧？就不过是这气一紧带。了这样，这摘完之后气被冲就行了，所以可能暂时不能走了，估计。这个手段功亏一篑，不成立。实战白棋是尖了接下来就哦，尖了就是一尖下，了一下，对，尖了一下。但接下来尖完之后，他没有马上走，就放着了。先保留。就以后可能是不是这一代有子的时候，就对，可以对发动童老师的这个挖对对，对，暂时还不太成立。了。等待时机需要。白棋飞，黑棋跳。稳当
刚的开局哦，这靠了一下，靠了一下，对，靠了一下。这步棋莫非传递了一个信号，已经读秒了吗？看这个棋应该不太像呀。靠一下是吧？对，就是下到这就读秒了吗？而且也没有战斗这样。然后白棋飞住，哦，黑棋先打了一下，之前先打了一下。然后再拆了一，这样白棋围上，真的就是比拼官子，下都很稳啊。对，那黑棋其实如果觉得这个局面形势没有那么有利的话，这个拆也太稳了，过于稳了。但是他想，我想了一下，他拆二的话，白棋是有一靠，哦，棋形上有问题啊。对，暂时可能局部有点搞不定的地方，这有一个常用的手筋给靠断了。但白棋是不是敢马上来，我倒觉得也是个问号。靠黑棋这边长，长我就打吃，然后你冲过来我就拐回来，我也捞着木了。靠我现在长啊，现在长，那我粘上呢？或者靠一个，我粘上吧。啊，就是杀上面是吧？粘上，而且还得粘上。那我很需要，那我还是长吧。对，长吧，一样的。长，接上。可能是不是正好慢一步啊？我这一长的时候，是不是这边已经守住了基本上？再贴回来，那我就回去补。我好像还可以补在这儿，地方立不下去，立我至少眼见的尖回去了。对，所以这个地方有了这长，气上应该也增加了不少，应该不怕了，白棋不怕是吧？但它主要我觉得还是对形势有一个基础的判断。是，这个拆一确实是很稳。丁浩，我印象中他的风格是，就是比较平稳的收官棋。对，我没有。我觉得丁浩比较全面，他没有什么比较均衡是吧？对，前一阵子我们在看他那个昌棋杯的时候，他是赢了杨鼎新吧，没记错的话。他那个棋几乎是没漏洞，就感觉非常均衡，非常全面。就这样的棋手，如果下的棋他就特别顺手，这个局面他特别擅长的话，就很难给对方机会。对，除非是碰上水平相当的，或者说甚至比他可能他的克他的那种风格的，否则就是我们所谓的对下手就比他弱一点的，他会比较稳。是，对，是有这方面的。廖元赫不太了解，廖元赫应该是我感觉也是挺厚重的，就是现在的棋手几乎都没有什么短板。廖元赫在各个赛事的成绩其实也非常好，只是可能没有这个丁浩这么耀眼。现在丁浩状态比较突出嘛，但其实像廖元赫，这一波李维清他们都非常厉害。现在，好，白棋是飞主，对，这些怕，双方进行。这就是基本是收控的一个表现，是打吃这是，这一期没有战斗的，没有硝烟的战斗。啊，这位，我觉得这个好大。对，这个双方的这个清消要点是，这白棋走到白棋这边自己还有潜力，黑棋走了之后，最重要的是刚刚我们说这里边还有些余味。对，这个就有点像。这个围控当中的天王山，既围上自己，还把对方削了。是，但是白棋也没有机会走，对吧？白棋这个飞也很大呀，因为不走的话，刚才我们看，如果都不走，黑棋一拆的话，不但下面有木，而且还有白棋的死活问题，所以他既收官，同时加强自身，也是不可忽略的大棋。第一个啊，然后就点上来了。哎，那看来这个白方丁浩是。白方廖元赫是看到了刚才我们说的这一挖，因为黑棋如果去挡的话，那白棋跟他一顶，再下那个手段就成立了。现在顶一下，对，我们可以简单的摆一下挡住。然后呢，这个次序上是先搬。好，对，先搬就可以，就简明的，主要是摆一下这个出棋的样子。先搬再挖。对，这黑棋首先是不能挡住的。是。挡住这个最简明，被一冲，就直接就，倒扑了。这个黑棋已经抵挡不住了。对。但吃呢，现在我们就发现这个气被撞紧之后，白气就算粘上也出气了。粘上。对，挡住的话两打一打就死了。是。
所以两位棋手应该都看到了，所以白棋点了一个，然后呢，黑棋因为看到了，也没有马上去跟着挡，那这黑棋就是走这步棋的时候，是否已经看到了呢？能回来一路吗？也因不为太好说，这空第一被感穿确实开在这了，儿，就是这个棋，说实话，第一感就在这儿，就在这儿是然后他吧？点的时候呢，可能这个。再开始思考怎么去防因为我守。看到了后续点的时候，黑棋就把这个防住了嘛，粘完之后，白棋挡，黑棋补了一个。但他这个师傅也味道很坏，在脚里留的。他虽然是花了手棋，但这里面搬了一粒，这没有棋啊。对，他也没觉得我一定会落后手吧？有可能。这，对，你说的对，这个白棋走了一步，还跟着硬 了。对，白棋补了那一就全都这个说得通了。走这儿的时候，也许是没有看到，但是点的时候看到了，发现这个黑棋有先哎，手。那白棋先搬一下呗。哦，你说的有道理，可能是应该先搬一下。白棋点之前先搬，跟黑棋冲交换，哎，再这样细点。腻这样的话，这黑棋吃的话，这不啊！是哎，不用对对补了对，他补若补在这儿的话，那就亏好多目。哎，你这个有道理，可能是应该搬一下。是吗？我搬一下但是这个点啊，说实话也是第一感。如果是我下的话，可能他一走，我看这里有棋，我先点一个再说。很难想到我先搬一下再点，这个，就没有想后续那么多变化，对，而且这是快棋对对对，所以，哎，不过确实搬一下应该要好不少，搬一下黑棋就很麻烦了。这如搬果，的黑棋可能就不粘了吧？不粘的话是，黑棋是不是就直接吃一个？吃完这边保留冲，那哦，冲虎那你是现为在什黑棋么？其实也可以顶啊，黑棋也可以选择顶。就是逼迫他等于顶了一个这这样，断一下，白棋也不亏。基本是不亏，下面可能基本上是不亏的，对，那可能就逼迫黑棋顶了，实战是黑棋等于说给黑棋选择了，我顶也可以，粘也可以，但是我觉得粘一个目数更好一点，对，而且主要是这黑棋粘完之后还是先手，对，稍白稍，棋搬完之后可能是白棋，那要白棋是先手，那样不是也是黑棋先手，黑棋打顶是先手。顶但掉是先就手，是目数上稍顶好，我不理你，冲虎虎住一这个，味道，反正也，不过我觉得搬一个至少不给黑棋选择，应该是不会亏的。这地方还是有点不一样。是。站上，这个被黑棋机智的走掉了，等于站了一弯，挤住。这样黑棋再挡住吧，应该。唯一可能发生战斗的地方，双方又一次握手言和。挡住。哎，这黑棋觉得这块空还是挺大，对，我这感大觉小。这样还没有来得及点目，但我感觉黑棋也还行啊，这形势。然后白棋虎了一下，一会儿我们可以点一下。现在。还是先尽量看看他的进度。哇，这双方真的是，顶完之后，真的就收官了。顶完挡住，黑棋侯了一个，这个侯，白棋退，挡住的味道太坏了，退，棋拐是吧？是拐了一个。怪。这个棋，可以感觉可以点点目了。黑的这块12、13目的样子，见一下，23、23、28，39、40、50，76、77、78目黑棋，白棋。我怎么觉得黑棋还行呢？就因为这块空现在不好围，这两块空围起来有点打架了，感觉黑的要赢一点，白棋的目数能点出来的肯定是到不了70了。感觉上黑的还行。形势也是很接近哈，目我觉数得比黑较棋要接好近，一点，因好为一白点。棋感觉刚才这儿还是稍亏点。现在因为黑棋的目数非常实在，75目以上是妥妥的，而白棋呢，虽然说也有60多一点，但是像这块空和这块空，现在围的话，两块空要这个互相打架，
感觉上黑棋要稍好。拐，哦，白棋想尖，哦，尖这个，尖这个，这是用什么？就便宜一下是吧？尖是，啊，落了后手，实战是后手，啊，黑怎棋么没会落走，后手呢？黑棋冲冲一了一个，下，对，啊，这还落一后手，那这个然后尖是再什么意打。思？他是没有料到是后手，这如果落一后手的话，这个没什么太大，不能说一点目没有，它也很小。这落一后手，是不是有可能是读秒的这个产物呀？是不是读着秒没看清，先打了一将，发现它并不是将。对，这是后手，白棋长的话，脚上没有棋啊。对，这空着气呢，空着口气肯定是没那棋。脚上有搜刮的手段，没它了，这走完了，就半战吧，将来。就半战。那对，这个如果冲了断什么的，就可能就你便当宜你是断完冲掉打，就打完冲掉，可能能稍好点。吧？但这个黑棋已经拖两手先了，在大拔的时候，所以肯定是不大，因为它本身它不增加目对自己，然后这个挖也没什么太大用，这个子儿很小了都。就打这黑棋可以不要了。对对对，这不是很大，你打我虎在这儿，我中央还而多且点。这个如果想吃底下打的话，跟这个尖也没关系，直接冲对，就基行。本上也是快掉了，也肯定不靠它了。那这个走完，我怎这么边觉挺得大的，这个挺大的。哪个？我就说对，这这个也里很这里大。很对大。对对，但白棋怎么走呢？是围这边还是围这边？也很纠结。你往这儿围的话，我这长了靠两下也没多少了。所以我刚才就说白棋的空不太好围，感觉我是。感觉这个地方白棋落于后手，还是对，可能是被这个挡地方住了，下的缓了一有点。点松。白棋可能率先进入读秒了，我觉得。那这个落后手这个形势，要黑不棋太对是，劲吧？这黑棋拐，对，这拐也挺大的。对，这挡搞不好是先手，这最简单的加了一读过就出事儿了。这个加了一读过，打的时候一扳，这明显里是边，出事儿了，打劫嘛。尤其现在这地方劫材这么多，所以挡是先手的话，他这个逆收官这个挡好大。还是很大的。对，那这样的话，我第一感黑棋可能是要好，要明显明确下来，黑棋要好了。拐，然后白棋是选了扳，最后是就这两边他选了扳，然后黑就是棋那边是就扳住。战略性放弃了。退一个，那黑棋。虎或者飞一个大概，实战是选的飞，飞，就飞在这儿，飞稍微薄一点点，就这个跳起来的时候有跨的味道，但是目数肯定比虎要强，所以这是个抉择。那如果没棋，这个地方黑棋就基本白棋这块空就不胜几目棋了。是。这白棋感觉是亏了，这黑棋的目一点都没少。然后白棋只能去收官了呀，冲这个，又想出，然后搬粘，搬粘，这个搬粘，搬粘下来被一搬也很痛苦，这个也，搬粘完之后，黑棋如果抢先的话，那有个搬呀，一路对，上，但白棋也不会再接着走了，这个地方，反正将来的目可能也剩不了多少了。白棋自身，咱们是不是已经追上了进度了？感觉，没有，现在是，还没是吧？没有，那黑棋在这地方扳过一下，这里扳过一下，在飞之前扳了一下，扳过一下，对，对，然后白棋这断了一下，再断成吃，吃。这个。平稳收官了，接。尖的时候黑棋是没挡，这些长，这就长掉是吧？把这个挖吃的借用全不管了，就单长一个算了，因为长完这个靠一个白棋死掉了。所以长是绝对先手，这对，白只能粘上，对，然后再挡。被挡。这个白的
现在只能射中央了吧？要么打拔，要么中央，没棋下了已经。这个也有一点价值，但是跟这两个比。真是这个当时如果挡先手的话，这尖也先手，那这里边本来覆对，盖了好多目啊。是，所以这个尖肯定是，可能是随手了。就如果这盘棋最后是小输一点的话，对，跟这步尖是不是有很大的关系？对，应该是这个尖落于后手没啥用。虽然这个里边官子上还有一定的便宜，但是就是没办法弥补是一个后手，是吧？对。因为当时白棋如果说还有一种可能是担心有点薄稍微，但如果你挡了尖的话，这个先手一只眼也做出来了。所以其实实际上是不太担心有什么死活问题是。的。这个被黑棋抢先，这等于是抢了一手。然后白棋是跳。对，跳这个感觉还是大一点，因为黑棋唯一的薄弱的地方也就剩这儿了。我看到了什么？怎么了？我看到了劫，黑棋搬的时候，白棋扑进去了。全盘终于发生了一点点的 对。这个战斗的地方。不过这个劫黑棋无所谓的，哎，这个劫，对，白棋扑进去，能便很宜一重些。啊。对，白棋可以比黑棋重多了，白棋打输了可能自身都有问题，是。就所以能看出来，从这扑能看出来，赵云鹤现在的形势是不太对，满意要么他就是这个劫财真的是有利，的。对，扑进去这个劫财有利；要么就是这个形势可能不但是这很乐个观。劫对黑棋来说负担太小了，几乎是三四步棋的负担，走两个大官子可能都没事儿。就比方说我。这个你打劫我打输了，在这补一手，把这个地方补干净，然后再该我走，你把这个消了，我把这粘上，我感觉黑棋都不见得亏，因为这个劫它本身白棋一手棋也就走到这儿，就等于给你白皮了一个。但是这个劫给白棋自身带来的负担还是非常大的，但是现在主要是不够了，必须得想点办法。胜率这块好像也是白棋不好，是吧？看这是，上面有显示对。胜率，但现在这个胜率啊，在我看来，我没有办法判断这个局面，因为有的时候，他那个半目的输赢，他胜率可能会幅度很大，对，是不是？对，所以判断形势这块还是很复杂、很就难是，的。是，可能一步棋就出去了，很是。多，甚至有一些，我记得有一些重大的比赛也是，就是一路看着白棋90多，甚至100，但一会儿就一步棋就回去了，是。所以胜率。咱们可以作为一个参考。就在有些局面，就是这个胜率，比如说高达90以上的，也不一定就是稳赢的局面，是吧？对，就是，尤其这种官子棋对，啊。就哪怕是职业棋手、职业顶尖高手，可能也只能说大概吧。所以我还是不要盲目的这个迷信胜率。对，是，好，看实战这个打劫，黑棋是搬，好，扑白掉，棋扑进去，弃掉，弃掉，把白棋找这什么找的劫呢？是什么？哦，点这儿。这个姐，考验一下黑棋，这个不打勺应该没问题，粘上，粘上，踢回来，踢，冲一下，对，黑棋的顺手劫财也很爽啊，没有负上，担，踢，断一下。打吃吗？对，打这个，对，然后白棋粘上，两枚黑非常棋，愉快的顺手劫财。然后黑棋是白棋搬，白棋这种找劫方式损控吗？不损，这个目数是七目是棋，一样的，是就是说白棋如果不往里点，直接搬黑棋接的话，吧？下面这一下算成黑棋打吃，因为白棋后手嘛，里面是七目。现在呢，黑棋这个劫不会打，只会打在这儿，白棋打一下里面也是七目，一样的，只是劫财看着多比一较点。多。黑棋打。但是也只能到此为止了，不能再粘了，再粘就损目了。就是他下一枚劫粘的话，劫才能多一点点，但是就损目了。粘完扳，对，他但粘飞回我会猴去，了，主要是，哦，对对对对，这样对，对，咱所不以会提已了。经没有这个劫财了，可以说只剩一枚了。这个是黑棋打，然后白棋是提。知道，这挖了一下中央，我看一下，白棋先挖的吧，应该是，哎，
黑棋是打这个，白棋粘上，黑棋提劫，白棋挖一个，对，先到这儿挖一个，打吃，然后提劫，嗯，然后黑棋打这个，哦，哦，现在到看到152，提起来，嗯，提劫，然后黑白棋是把这个最后一枚打掉了。对，接下来白棋就靠这里了，只能还有中央这一接可能是一枚，嗯，黑棋倒是也没劫了哈，不好找下一枚了已经。哎，黑棋的这下一下一枚找的是哪一个？然后冲七了一百个五吧，十五，3940、41。156。哦，白棋在里边连走两手，这地方他是点了断了一个，134点135粘136断了一下才找的劫，哦，所以白棋刚才显得好像是多找了一枚，那他这是不是晕了呀？我怀疑。他等于找劫的时候去点了一下，之后又去断了一下嗯，才刚提才回我也摆错了，来。啊，对，是吧？我摆错了，我他想可更能正一是，下。对，点完他没提劫，啊，他他是去断断了一的。那也就是说，我现在摆的话是白棋多找了一枚劫，也就现在这劫是在黑棋手里，下。嗯，是这样吧？看一下，现在是在，756，现在白棋提回来，应该是在现在白棋白在。棋手里是吧？对，现在提到这儿的情况下，白棋提回来。对，到这儿是对的。然后黑哦，棋，黑棋点这个，对，可以点这个，嗯，哎，这个点刚才我还看了，点一个，哦，点它就粘上了。哦，看错了，我当时我还在看白棋补在这儿，补在这儿没防上，这提了一提可以扑，假的还是只能粘，这没用。嗯，打这个假的，这被冲死不说，这提还是扑回去了，所以只能粘上。粘上，那这然个，后黑棋提我劫。觉得黑棋的这个越来越轻了，这下点完，那个靠几乎又没了。那这个地方黑棋一会儿安全的防住，感觉压力小了一点点。打断吃是吧？对，嗯，提回来。就下到这儿吗？应该是163，冲，嗯，找这个解是不损冲，的。然后提，挤一下，嗯，提起。然后黑棋把这个粘上，嗯，这就刚才我们说的这个黑棋，这个劫可以放弃。黑棋粘白棋消解，嗯，黑棋中间什么虎一个，估计是，还是走那，还是跳下去，对，虎了一个，虎了一个，嗯，那这个棋，白棋打劫还是获得了成功啊，最后，但是黑棋通过这一点走后一点，然后先手收到这个官子和这个守住，其实也感觉上也过得去，作为黑棋来说，如果赢了的话，那这个就觉得黑棋就比较算是下的比较安稳了。因为如果正常来说，黑棋就白棋不打劫的话，这嗯，劫黑棋肯定亏了嘛，因为等于对，相当于这儿多了一个。就等于说是这样的，这个棋可以这么看，就是黑棋点完补了一个，白棋呢现在没有去打白这个，去这儿打了一个，但一手棋呢打的时候逼迫黑棋去扑了一下，这一下黑棋暴损，黑就亏在这儿了哈。对，但是白棋花了手棋，黑棋的比较安又慰的抢是了一抢个了这这个，个，对，就看这个价值是不是比他亏对，对，的这个要大。但是呢，本身对于黑棋来说，这有个打劫一直是个隐患，所以现在是简化局面了，如果黑的赢了的话，那这样就最简明的方式了，是。嗯，
我看着，搬砖是绝线吗？不过倒是不，你不补的话，我也这个搬砖黑棋搬不进去。是搬砖实战黑棋是补了一个。对，我就说他补的话，不用补行不行？不补。不补就是反正你也搬砖不进来。那我粘呢？你现在这个地方，你搬砖可能也是全盘最大的，或者说也是很大的之一，所以它也为了安全，为了劫财，包括，本身这里是没有棋哈。我在看，好像没什么棋，就次一下先手嘛，打就长，再打就长，没棋，但劫财确实很多，粘上更厚。哦，粘上白棋走了一手就立下来了，那他这个还是对，就是粘跟立能交换着的，那他肯定愿意，他劫财清楚。那他可以，冲了一下，对，召唤了一下。冲了一下，然后黑棋没有去跳上面吗？冲这个。冲了一下。哎，这个冲很大吗？冲还是后手呀？为啥不走上面呢？这个是，这个感觉也挺大的，这个是没看明白什么意思。这提也是后手呀、啊？诶，他这个冲会不会是也是读秒的时候不知道走哪儿了？这感觉这打拔这个过去都比这个四，因为粘的话还被靠一下，也就是四目棋加上这个角里搬粘的先手味道，但搬粘肯定不是绝仙，五目棋最多了，这个打拔肯定不止五目。这个白棋就算最简单的，不说靠了，跳一个也六七目了。冲是不是？这在小官子的时候，其实想冲随时能冲的。对，所以我估计是打将了，有对，他可能印象是打将。这可能跟刚才那个尖有点像，可能都是读着秒下的招，所以快棋可能多多少少会有一点点小问题。然后白棋脱先了，白把这个打拔对，了，这个打拔是很大这的，打拔完之后，接下来冲了一班右先生。还有附带的这个收对。气。对，这个肯定是比较大的。然后黑棋跳下来，倒是也还原了，就等于说我跳，你打拔，我再冲了，心情上可以这么理解，就不那么痛苦了。这样，白棋把这两下冲掉，这是白棋的权利，是现在冲的吧？黑棋的目这，刚才我点目是算白棋跳一个，黑棋把这个粘上，现在。不知道这个有没有点变化？现在目数，黑棋这块肯定是小了。白棋把这个粘回来。这个应该最大了。黑棋是不是往这儿就这点走了？不然现在挖可能就大了，没大的了已经。搬砖。搬砖这个最后，这个搬砖完之后，这个角彻底厚这搬砖是四目吗？搬砖的话，至少二是三四目，四。就最简单。我们说搬砖，黑将来这个打掉算，这里面就少两目。然后黑棋这只剩五目棋被搬砖，现在有七目，至少四目，而且还有可能白棋要打了尖进来，这个各种怪的味道。四目棋是至少的，这个是，这个他就挖死嘛，但挖死黑棋打完之后虎在这儿，把这边的目破一破，因为这个打先手，白棋是黑棋这个子儿救不回来。白棋刺一下，黑棋粘上，对，然后打掉，这下打掉，对，打掉了。估计差距也不会很大了。上一步是，团一个，团这个。团就是为了断呗，断完之后这搬黑棋挡不住了。断黑棋正常是吃这边嘛，然后搬，这个应该有一个，下一步棋后手三目，也就这样，不大，不算很大。黑棋吃，白棋是吃这个，那黑棋顶，这黑棋很爽呀，走的。行吧。那这个团是何意呢？再走一步才后手三目，也不是最大的呀。这个子儿又被啃掉了。我们现在是追上了这个棋进程，一模一样是对，现在就下到了这个打完长。
剩下都是小关子了哈。这个按照刚才我们点的目应该是黑的要赢了。十十五二十五三十五三，这块四十二，四四四六四七。如果现在白棋把这个挖死，是能打到六十八目。就现在，如果白棋这个挖的话，打了一阶一吃六十八目。哦，七十七黑的，盘面九目，就是白棋挖摘，黑棋做眼，白棋吃，黑棋一猴，还是盘九。哎，我这感觉我再点点啊。然后再给白棋下是吧？那白棋这还有目吗？加进去，这盘九七十七，七十七就是加上。你这里刚刚点目了吗？没点，那还有一点点戏啊。那白棋这里，白棋先手的话，这里不一定输是吧？但这地方黑棋有一提，这有个三分之一现在。这算的双方粘上是吧？对，这个基本上算。是，他俩没下吗？粘，下了这不粘上，这打粘皮对，走了一下这一张没有，没有走。估计就是一个，十十五二十五三十五，六十八是没错的。盘九。不对，我点错了，七十九黑的，黑七十九，少点两目。刚才看看这一目忘点了，那七十九对六十八是盘面十一目，十一目再走一手，那也不够了呀，十一目是肯定输了。对，对，刚才点错了，这可能是那不哪两目棋没点，就是我是说白棋挖摘，黑棋做眼，白棋吃，黑棋去把这个猴了的情况下，哦，接下来白棋是点的这个，他没有挖，点这个。七十九，那他不够了。他挖针是盘面十一目，就算能走两目，盘九肯定不够了。所以他点，也有道理。他点应该可以冲，挖针都不够点，估计也没啥用。这个不会有太大差别的。挖针毕竟还是眼见的六目棋在手，对。那他这么下的，这个未必有刚才这闪，没走到目呀。补一个呢？对呀、啊。挡了还能再打一下，对，虎就没法再硬了，虎他就可能提，我再团住你再打一下，那这里剩三目，比刚才少了三目，然后再把这个三目棋抢了，也是一样的，没区别。他可能这里将来稍好一点点，黑棋少一目，啊，对，黑棋刚才挖完之后做眼，对，没有一目，那还是有点道理，对，黑棋少了一目，这么细腻关子。哎，等会儿有点晕了。现在是黑白不对啊，差手棋啊。刚才是白棋挖粘做眼吃黑棋猴，现在呢是黑棋虎，白棋提黑棋走，白棋半目数一样。然后这里破一目，这里可能差半目，等于逆收了一目多一点，那也不够啊。黑棋把这个破了也输了，可能白棋是要输一点了一点。就这地方跟刚才我们那个挖死比，他这个可能能算上这个扳能便宜一目多。将近两目棋的样子，但是呢花了手棋，所以估计也是要输一点，粘上肯定要更好一点，因为这个题还是很大的，这狗没啥用，感觉白棋粘上，那白棋就是会顶这个了，这个明显的四目呀，三目半是最大的，这个也三目棋。比他稍大，这顶比这大半目。这个扳是后手哈。对，但我将来就断嘛，断你吃，我爬一下，这里剩十二目，我一猴里边是十五目，这是一个明显的后三基本上。然后这个是四目，但是一顶的话，这还有半目，也就是这个地方是三目半。三目半比这个要稍微大一点点，但好像不太影响胜负了，我觉得。都没走啊！白棋胜率是零点几了，那应该是输了呀。
后续估计就是顶黑棋侯，白棋把这个走了，估计也是九到十目的样子。这个地方白棋没提过吧？是黑棋在黑棋留着嘴里的吧？对，这个是白棋挖的嘛？嗯，挖完棋的。那白棋应该是输，输定了。输定。嗯。就下到这儿是吧？目前对，现在目前就下到这儿。嗯，这关系没什么变数了，对，没用是吧？没有其他的那个。走走走，靠就挡。不是，我就说，就算你横顶一下都没用、哦、是吧？就便宜一目棋，但这一目棋要是侯了的话，这个又软了，基本上是没有了。嗯，估计最后盘九盘十的样子啊、哦，就是顶的，三目半最大的，嗯、三目半顶住。黑棋这个三目侯，或者说这是什么贴一贴也行，其实这个也挺大的，它这个比普通的两目要大，这多了一横顶。嗯，提的话这横顶没了。嗯，但怎么下应该都小胜是逃不掉的。行，黑棋是这个弯比这个要大。这个那个地方主要是眼见的是两目棋、嗯、然后呢但是这个上面多一个挖吃、嗯、其实也是三目上下跟这个应该差不多、嗯、这一二三都差不多，黑棋现在走一个，然后另外两个都走了，就是另外两个能走到一个就行了应该。不过这地方一靠我说你稍微欠点，就是现在黑棋肯定是想下哪个最简明最薄，实战黑棋是选了这个、哦、这个对这个明确的三目，还是玩这个，嗯，这明摆的三目也挺大的、嗯，让白棋先动，那白棋就是也就挡这个了吧？对，挡之前会不会这儿先把这个靠一个，考验一下黑棋？靠就挡住呗。那我顶，就那就挡一下。那我吃，先说提个子再挡也好一点嘛。包一圈。对，大概是这样。嗯，我走。这个读秒有这么长时间吗？可以不下的吗？嗯、读秒六十秒一次。对。这个应该黑棋是，嗯，判断。刚刚我们看到白棋走的是这个挡，跟我们刚刚预料的一样，嗯、黑棋抢一个，这个白抢个挡。嗯。啊、嗯，托尔，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这盘棋可能没有办法完全给大家讲解完。哦、啊，我们请托老师最后做一个形式判断吧。嗯，这个刚才我们判断了一下，嗯、黑棋因为跟我们之前上一次判断几乎是一样的。嗯。应该是黑棋小胜，估计是粗略的在大棋上看，大概是九目到十目左右的样子。嗯。嗯，应该胜利。应该是没有变数了。对，我是觉得没有变数、啊，因为后面的小关子大部分都是一到两目棋，对对对、啊，不会影响这盘棋的胜负了。是是，嗯。那不出意外的话，这盘棋虽然咱们没有讲完啊、嗯，不出意外的话，这盘棋应该是丁浩啊。目前来看的话是小胜一点。对对对、啊。一会儿我们为您带来另外一盘棋，我们也随时关注这盘棋的结果，一会儿再为大家讲解。嗯，我们先休息一下，一会儿见。嗯，天元围棋。